如果是婆婆看了一定就很开心。婆婆妈妈因为水果过冬。欢迎来到27度公寓的频道，我是五毛爸，我是五毛妈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啊，记得先帮我按订阅哦。那27的粉丝们在观看影片同时，还可以帮我点点看起节赞哟。没错，同时在我们的资讯栏下方有爱用网站的连结，喜欢的人可以点过去看一看哦。哈哈，今天又来到我们美食吃到饱系列啦，我最喜欢的。那我们来到哪里呢？我们来到了新北板桥哦。前都旗下的品牌吉多火锅百汇，我现在吃得起。听说现在有台味趴的主题，让我非常的期待。消费方式呢是平日的午餐459元，那晚餐以及假日全日呢是529元。哦，好划算哦，都要再加上一层的服务费哦。那它用餐时间是2小时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。赶快来去 ，Go Go！ 好的，我们已经进来里面哦。哦，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汤头，总共有10种哦：原味麻辣味噌养生、泡菜、素食、咖喱牛奶，然后酸菜，还有番茄。然后季节限定的是柠檬香茅，我们选的是柠檬香茅跟麻辣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去自助吧看啦、啊。哇，非常多的酱料可以自己调配。我们来看一下热菜的区域，哎，有猪肝哎，是它的台味餐。嗯，然后宫保鸡丁，哎，石墨鱼肚哎，对，居然有石墨鱼肚。等一下来拿，在外面吃都有够贵的，真的。然后秘制的猪脚，这里有白饭。居然有金丰卤肉饭耶！你看哦，香喷喷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前都他们招牌啊，麻辣鸭血豆腐一定要拿的啊，他的经典招牌。哦，这是经典招牌哦。嗯，他们的鱿鱼螺肉蒜，好多鱿鱼哦。哇哦！我觉得让我一点都不想要吃火锅了。寿喜烧哎。对，这个是寿喜烧哎，牛肚哦。嗯。我是来到超商了吗？这个饮料也太多了吧，就是有汽水，然后又有乌龙茶果汁、葡萄汁，有清新竹笋汁。哎，对，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不敢喝的清新竹笋汁。我敢喝。那、啊、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哇，好多琳琅满目的。哇，这边火锅料，火锅料理多的耶，这简直跟千叶差不多啦、啊。对啊，然后蛤蜊啊，那一些鱼皮全部都有。对，你看一下这个鸡心，鸡心超大一颗的。哦，好大哦。嗯，然后这里有蛤蜊，劲力贡丸哎，很有名哎。对啊，哎，这是剥皮辣椒口味的贡丸哎。对啊，然后墨鱼跟原味，没错，这满满的菜，吓死我哎。很特别，是有龟啊、屌跟米苔吧？对。然后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蔬菜啊、菇类啊，元气满分。现在是沙拉吧的部分哦。哎呀，基本的沙拉有木薯芽、生菜，还有一些水果。哎，那沙拉酱是千岛酱跟和风酱。哦。哎。哎，这是沙拉吧啦。这边是冷菜，有泰式的生菜沙拉，还有小鱼花生、麻油猪肝哎，我一定要拿它。然后凉拌的海带芽跟海蜇皮，再来就是它的双麒麟啊，三种口味，对，巧克力综合跟香草，没错，旁边有一些配料，满满的配料区耶，棉花糖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小熊软糖饼干，这个就可以自己做圣诞 DIY。然后这边有烧仙草哦，哦，修仙草，它修仙草只有一个配料就是红豆，对，圣提亚冰淇淋。它总共有8种口味，哇、wow, ！比较特别是有榴莲啊跟椰子。你还记得小时候会这样子冰成红豆冰吗？这个小时候的红豆冰嘛，然后绿豆冰也是这样子，妈妈都会冰成这个。对，还有冰棒甜筒，这都明治的啦，嗯，我、连洋芋片都有了，然后一台咖啡机，这个比较特别，什么杏仁茶、可可、抹茶跟亚麻籽坚果饮。然后再来这边有生啤酒哎、欸。而且是金牌的，它这个价钱还有啤酒喝到饱，好划算、啊！对啊，超划算的啊！最特别就是有益丰阿川冬瓜茶
还有珍珠哦，做珍珠奶茶，对，好贴心哦。然后有冰沙啦，然后这边有芭乐汁，而且还有黑面菜的杨桃汁。对啊，也是小时候怀念的味道。当然是。哎，最惊讶的是什么？竟然有味姐的包心粉圆哎。对啊，因为要去宜兰才吃得到说，说料还有六种哎。对，哇哦，好用心哦。再来是水果区域啊，八种水果。这个啊，如果是婆婆看了一定就很开心。婆婆妈妈因为水果过冬。真的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集多了台味趴。哎，重点是它有提味柜哎，你看一下哦，猪血糕吃了会长高哦，啊，真的，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哎呀，啊，然后这里是挂包的控肉，哇哦，哦，嗯，素蟹耶，旁边酸菜、香菜还有花生粉都有，对自己 DIY 啊，重点是辣椒酱准备的很齐全，环境的辣椒酱，还有东泉辣椒酱跟花生辣椒酱。哇，wow ，这三款就是南部最知名的。这区很像夜市，超像夜市，超像的。蛋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面，这边肉盘现切也可以自己拿，有鸡肉啊、牛肉，然后鲷鱼片跟樱桃鸭。Oh， 台湾咸酥鸡哎，这是炸鱿鱼哎，哎，我最爱的藕龟飘啦，真的。哦，oh ，然后咸酥鸡。居然有三角骨，我等一下要来拿三角骨。对，这个应该是很 popular， 所以被人家拿光了，在补货当中。哦，旁边还有甜不辣。Yeah， 甜不辣。再来这里有烤物哦，这边居然吃得到青鱼，烤的时蔬，里面还有看到节瓜、南瓜、马铃薯、拔丝地瓜都有了，哇！这个焗烤香菇好特别哦。对呀，啊，天妇罗，牛蒡的天妇罗。涂成虾卷，呀，yeah ！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糕柜，有两边满满的，居然有波士顿派耶！这最让我惊讶，因为平常都是这一些其他的小蛋糕啊。还有我喜欢吃的中华甜爱玉，嗯，有杏仁露哎，我比较少看到杏仁。哎，真的哎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最特别，就是有古早味的菜耶。哎呀，啊，这是小泡芙吗？超可爱的，很小的泡芙，有够可爱的啦。嗯，蛋糕柜的选择种类也算多啦。对，嗯，还蛮多，也是有那种小的 Mr. Donut。哦，嗯，这个蛋糕好眼熟哦，还超眼熟的，心也一模一样，同一家厂商。你还是一样淘球有啦？没有，开吃咯，嗯，我们先攻台湾味的，它是猪血糕，我是挂包，挂包。而且我在做挂包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好玩哦，因为我就很想要摆摊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可以去摆摊好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前几天梦到，就是我好想吃猪血糕，结果今天在这就看到猪血糕，我实在非常的开心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是香菜控，香菜真的是不能缺少，有够好吃的啦。挂包很到位，而且它花生粉好香哦，我觉得它非常的道地啊。拿藕龟挑，藕龟挑还有三角骨。说到三角骨，就让我惊讶，自助饭里面吃到三角骨，而且我今天啊，两个人才花1010元呢，加完服务费两个人，很划算，非常划算。而且它东西超多的，然后就是你们来这里如果有开车的话，吉多的隔壁是 Steven 啊，这条小巷呢一直直开往后，然后你们就会看到右手边有一个停车场的标示，就可以停进去，那是吉多的特约停车场，江翠博商的对面，那可以免费停两个小时哦。嗯，是咸酥鸡，真的很像我在咸酥鸡摊点的哎，怎么这么神奇呀，啊？我觉得它的台式料理都做得很好吃，因为我刚吃了藕龟飘、甜不辣，还有咸酥鸡啊，都很像你去外面知名的排队店家炸出来的东西。它热食的区域啊，它会一直换菜，因为我想说我第一轮没有看到姜烧猪肝，为什么那边热菜跑出姜烧猪肝，于是我就要拿来吃烤饭，所以它菜是一直不断的变换。哎，欸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欸，才不会说吃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这地瓜不小气耶，这高的而已。我对鸡蛋的要求非常的高，第一不能有猪臭味，
的不能过熟，大家都知道太熟的薯干有够难吃，很难咬，对不对？对，中间没有全熟，粉粉嫩嫩的，口感刚刚好，丝木鱼肚，下面还有岛鱼，这是大菜的吧？哎，丝木鱼很新鲜哎，新鲜的鱼味。自助霸里面的东西，如果要全部吃完了，都吃过了，太可能。对，多到有点吓到我。我觉得是千叶跟我家牛排综合的。哦，对，我觉得它麻辣锅还不错吃，还蛮辣的。啊，但是我毛妈点的那一个就。它超酸哦，哦超酸哦，那你来就吃它的熟食就好了啊。那怎么会还要想要吃火锅呢？你有看到我在吃火锅？听说它这个台味趴，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对，是新的活动，台味趴还不错吃，你们可以来吃看看。那火锅的部分我就不特别说了，就是基本款，然后汤头不会不好，我觉得汤头算 OK。然后肉质我就不特别说了，因为我觉得它 CP 值很高，我们就不能去跟人家挑那个肉质。对，因为其实肉质啊，就像一般的火锅店的肉质，可想而知。对，所以这个就不去挑剔了啊。但是它最优秀的就是它的樱桃鸭后腿肉，就是我觉得那四款现切肉品里面啊，觉得最好吃的。假巴霸，吃的超级饱的，根本完全不用怕吃不饱，是吃不完。真的，而且吃饱就想要睡觉了。然后刚好他这一段路啊，要去停车场的这一段路，可以让我们散步一下。你已经进入梦乡了吗？哎、欸，还 OK 啦，因为刚吃了一点甜食。我觉得他甜点的区域啊，就差不多是那样。我觉得甜点还好，但其他自助霸的地方，我是真的很满意。然后我们刚刚走出来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优惠，就是75岁以上，吃饭只要299。没错，不错。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不错哦。那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也非常的好，整理桌面也非常的迅速，然后桌子就像在前都吃的那样的桌子，所以如果说有时候四人桌的话，你对面会有别人，他会用板子隔开。好啦，那整体吃下来，我觉得 CP 值真的蛮高的。嗯，很用心在经营的一家吃到饱的火锅店。对，我觉得也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吃，因为他。自助霸里面有很多很适合小朋友，就是如果他在旁边吵的话，可以拿给他塞他的嘴。对对对，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我没讲哦，我没讲哦。哎啊，你怎么还带可乐出来？进去买可乐要回家。这是 Seven Eleven 买的哦，不是带出来的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。那每周的3、5日晚上8点都会更新影片啊，记得收看哦。啊，记得加入我们社团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没错，在这边跟你们 say goodbye 啦，拜拜。